本分局2月24日12点接获民众报案，称本辖三湾乡台山县103.6公里处有交通事故。那经查系李姓男子驾行大型重机由北往南方向行驶，那行经该路段时，车辆失控自摔，滑向对向车道，与自小客车撞击。那经消防队人员到场送医急救，最后仍伤重不治。那双方酒测值均为零。那在此呼吁驾驶人行经弯道应减速慢行，以免发生交通事故。